关心你的房事幸福，我是房老吉，我是大院子，我是茶汤会。今天我们来到淡水红树林站附近的建案山榉木，沿路走来真的是一路美景。那现在就带着度假心情，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走，风鸣长风加影赋，海天争艳山榉木。山榉木个案基本资讯：投资新建日冠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基地地址新北市淡水区巴士路50巷2号，使用分区第一种住宅区，基地面积1194.87平，建筑设计 PNT 以及唐吉生建筑师事务所，规划户数3栋31户住家，楼层规划地上5-6层，地下3层，坪数规划88到121平。公设比 37%， 建蔽率 40%。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这个建案是山榉木，这边是我们的副总 Vincent。 嗨，大家好，我是贝副总，我叫 Vincent。 Vincent 哥，那个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们刚才沿路过来嘛，我们都知道山榉木在淡水红树林这边，其实在这边的整个生活的氛围我自己觉得蛮舒服的，然后加上我们的案子其实离淡水这个红树林捷运站很近，2到3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不知道你对于这边的一个整个生活的氛围啊，还有生活的一个状态，你有什么想法呢？确实啊，我们目前红树林这个地方是台北市的后花园，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环境非常好，有得天独厚的环境。我们目前在的位置在红树林，就是一个富人湾，我们在前面有红树林保护区70几公顷，那里面那边呢会有脚踏式步道，会有跑步步道，其实环境非常优雅。再来呢，如果喜欢打球的部分，我们的山榉木的后方我们就是一个新淡水球场，所以我想这边这样的好的环境，我们1分钟以内可以看到山景，可以看到河边，目前我们讲这个富人所选的一个住的地方。那淡水这个地方的生活氛围感觉真的十分的惬意。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听到淡水都会想说会不会塞车，那这部分的话想问一下副总你是怎么想？塞车你这个问的问题非常专业，所以目前几乎来淡水的客人都会问到这个问题。那确实我们淡水这个地方因为它环境非常好，有河有海有山，交通的地方呢确实是会比较缺乏一点，但是各位这边也不要紧，因为淡水目前如火如荼在发展，包括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大洋大桥已经启动了，再过2年就是一片淡水的地标。那这个桥有180米的高，所以未来会变新北市的一个地标，每一年会在那边放烟火，那会把这个淡水的美传出去到全台湾，传出去到世界，未来如同我们讲的在协理大桥的感觉一样。那我想这个桥好的话，就是说我们这边呢可以20分钟内直接到桃园机场，我们把淡水跟桃园机场等于是目前国家门面的概念，所以旅客从国外过来可以直接到淡水这边来玩，来这边度假或是住在这边，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再来呢，我们目前政府也如火如荼的在准备淡水这边有一个北侧快速道路，那北侧快速道路呢离目前我们的山榉木这个案子呢其实呢就非常近，大概2分钟以内，所以我想未来不管到机场，不管到桃园区，不管到台北，这个交通会越来越好，那这个是我们目前大家期待的。边整哥，其实我们刚才来的路上啊，其实我看到我们的外观辨识度蛮高蛮显眼的。那就我所知呢，我们这个案子是有很多国际级的大师共同去建构而成，不知道方不方便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确实我们这个房子是非常难得，那当然我们讲这个案子最主要是我们的灵魂人物，我们的老板李医师，我想在这个案子里面他花了非常大的精神来规划这个案子，甚至呢我们每一个细节包括里面的所有的食材他都到国外亲自去找。我们讲到这个案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都用到北市百亿建案的规格。我们想从我们的外观，我们讲我们外观请到香港 PNT 140几年的公司贡献在这个案子，那不但 PNT 在我们的外观里面它用工字形的规划，所以我们的产品的话它是对称，那我们还搭配一个
大师这个陈光雄来帮我们这规划这个案子。那这是我们的外观的部分。那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的食品屋，我们的平面规划，我们也在这个地方不马虎，我们请到目前台北市顶尖的地保团队啊，这个谭金忠老师来帮我们每一个案子里面每一个产品有不同的产品规格，那让住户这边哈，未来住在这边，他的平面规划可以非常的舒服，非常的理想啊，这个是在这个案子希望的。那再来的话，当然我们讲公社跟研艺就是我们老板主做的，那所以我们这边哈，请到香港团队 ACLA 来这边规划我们的一楼的研艺、大厅的研艺、顶楼的研艺。所以我们这个案子呢，我们有4000多坪的俱乐部，从一楼到顶楼，所以非常丰富，可以提供给目前每个住户在这个地方。那当然，我们讲刚才除了外观，除了研艺公社，我们讲安全是不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这边安全请到这个大师大英发来规划我们这边的建筑安全。那我们的产品是一个别墅型的，但是呢我们不马虎，我们也把基座打到岩盘，那提供最安全给家人，因为我们老板希望这个房子盖给家人，那盖给家人就是一个舒服安全的一个产品。刚刚你有说三举木是由一位李医师盖的，真的这个部分还蛮特别，想问一下他为什么会选在淡水这个地方盖，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原因？淡水基本上会留给人的印象的话，就是一个很轻松，然后很健康，然后离台北市又很近，其实我们距离到台北市大概20分钟以内，尤其目前近期淡水这边发展起来非常快，包括目前我们讲淡水这边附近，我们可以看到有关渡园区，有士林北投园区，再过来有淡海里面的淡海园区，所以呢，我们想这个案子呢，除了高科技，有工作机会，有发展，它是一个很好低密度开发的地方。那在红树林这边，我们可以知道，在我们的前面有红树林保护区，在我们后面有球场，所以我们老板选在这个地方，就是以盖给家人最好的产品，那在最好的地段的概念。那我看到我们案子有一些很特别的公社，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对，我们这个案子非常特别，我们总共有31户，但是我们俱乐部空间加起来大概有4000坪，每一户大概有100多坪的一个俱乐部的空间，留给每个住户。那当然这个概念的话，就是我们老板这边把水、阳光跟空气全部结合起来，所以我们这边的公社基本上跟大自然会比较有相同的关系。那我可以介绍从一楼开始，那一楼这边呢，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空间，那这空间呢大概有100坪左右的大小，它可以门可以全部打开，它可以跟大厅结合起来，空气可以流动进来。那这个空间呢，最主要是我们当作一个艺术表演空间。那第二呢，我们可以办理管理委员会的，未来社区这边要开会，包括社区要聚餐。那再来呢，我们也常常跟附近几个社区，比如说我们隔壁社区莫扎特，或是我们这边以前是一个水仙别墅，所以我们三举木，所以我们这边有个俱乐部叫莫山水，附近的这个邻居，我们就特定的时间可以到我们这个地方办宴客，好，把这个地方大家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回到最早期的很温暖的感觉，这个是我想比较不一样跟其他社区的。再来的话，当然我们这边有宴会厅，我们有手冲咖啡区，我们有喝茶的地方。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往我们的顶楼，我们顶楼就非常特别，因为我知道目前来淡水这边买房子了很多是北市的客人，再来呢有些国外的人，那过来这边呢，他其实要享受这个大自然的环境，那常常在淡水买房子还要跑在山上再买一块地，所以我们住在三举木，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子，不需要到山上再种菜。我们在顶楼，我们有两种，一种是水耕子的，我们在那边可以自己种菜。那我们种的菜，我们又可以收成，那我们又可以把这个收成的这个成就感分享给每个住户。那我们做法的话，就是喜欢种菜的，他收成完之后，他就一起把这个收成的放到我们中央厨房，然后在那边请到其他住户这边来那边一起煮。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是有家庭的感觉，就是小家庭、大家庭、大社区的概念啊，这个我想是很特别的。再来呢，我们顶楼那边还有一个土壤的，种一些有机的一些水果。那这些水果收成下来，我们都拿到我们中央厨房，那我们会包起来，我们的秘书这边会送到每一户住户，让他知道我们目前我们的开心农场已经有收成了。那这个是我想别社区比较没有办法的。那但是在这边，我们就可以享受这样的，除了住了舒服，又可以运动，又可以兴趣。又可以这个实现梦想的概念。再来的话，我们在 F 栋跟 E 栋，我们也是一个主题花园。那主题花园里面呢，我们可以烤肉啊，或者我们可以自己做披萨，请到朋友来啊，做一些户外的活动。这个社区除了我们讲一楼顶楼，我们还有一个特别跟这个观众这边介绍，我们这个社区我们还有两个，应该是讲两间啊，这个酒窖，我们里面可以收藏红酒、收藏白酒，那这个提供给所有的住户。他们把他们家里的酒可以
放到那边去，把这个好的酒未来跟这个住户或是跟这个邻居一起分享。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概念，在这个地方。那听下来，我们有这个窑烤区、烤肉区，又有酒窖，很像到一个庄园的感觉。是。然后我还有看到，因为我有上去看，我有看到有个太阳能板，就是整个看起来好像我们这个李医师在规划的时候还蛮注重养生跟健康这一块的。对，我们这个地方刚才我们强调哈，把大环境、空气、这个水跟风、风力部分把它结合起来。当然，一个舒服的房子，它也需要跟大自然结合，但是科技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也没有忘记把科技也提升，因为是节能，包括我们顶楼太阳能板，我们的两个太阳能板，我们是会随时天气或是阳光它会移动，它会追太阳，让目前这个太阳晒进到太阳板那边，它的能源我们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大楼的目前所有的俱乐部。所以只能讲就是说这个案子里面它可以节能。再来呢，其实我们这个房子在很早之前，10年前我们老板李医师就已经想到未来，比如说电动车，现在很流行电动车，但是我们这个案子呢非常特别，我们每一户房子跟每个车位都有个电动插电，所以你不需要到特定一个地方在那边充电，我们这边已经做到已经非常先进了，你的户别跟你的车位它是可以联动，你直接可以充电，电费也直接计算到你家，不会有这个未来的争议，也是很方便。所以我们这边其实每一户都可以买电动车，技术我们都有了，包括我们讲我们是唯一在淡水全市地暖，所以我们的房子不管是冬天或是夏天，我们都可以保持稳定的这个温度，让我们这个房子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啊。最主要呢，我们出发点科技就是为了健康，那么老板在这一块非常注意。再来我讲我们的电梯，我们的电梯其实很早之前我们都已经有过滤器了，空气进那边它有杀菌有过滤的功能，我们这边的设备基本上是我们可以讲是医疗体系的设备。最主要老板非常关心每个住户的健康，因为他本身就是医生，医生盖的房子你可以放心，医生盖的房子他非常在乎健康，他希望每个住户住在这边除了开心，健康是很重要的，也可以非常享受，越住越年轻，越住越开心，大概这样概念。那讲到健康呢，我这边就想提到，因为我们刚刚有看到我们有这个汤屋跟这个温泉的规划，这个在台北我觉得蛮难得的。温泉当然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喜欢的，那不外乎如果泡汤在大台北地区，不是到新店的乌来就到北投，那红树林这边是一个美人汤，我们老板在当初选的时候就是一个环境考量，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自己有深探下去，我们有挖到温泉的一个牌，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把这个温泉部分取得，那我们总共花了1200米，所以我们的温泉是非常新鲜，我们自己挖然后自己直接送到社区，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在社区有两个泡汤的温泉，那里面呢这空间以外它有烤箱，它有这个蒸汽室地板的暖板可以躺在那边。温泉的部分有分三种温度，很热的40几度、42度左右的，那我们有比较温和一点的大概38度，那我们也有冷泉，所以住户这边呢可以体验不同的水疗的概念。那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我们这个社区刚才我们一强调它是一个很单纯的31户的庄园的概念，所以呢我们在汤屋里面我们就采用预约制，就是一户在预约就他专用，所以他可以2个小时享受他的泡汤的时光，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算是一个专属为他打造的这个汤屋。再来呢，如果这个住户希望在家里，我们的温泉馆也可以到家里，所以家里每一个空间我们家里的配置大概有3套到4套卫浴，你都可以享受温泉，就是把这个好的东西不吝啬的分享给每个住户，让每个住户住在这边，我还是强调健康开心是最重要的。那么老板希望把这个概念提供给每一个好朋友，因为这个案子的出发点就是盖给家人的房子，盖给好朋友的房子，我们这边名额有限，我们希望提供给我们最好的朋友。说到盖给家人的房子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刚刚有看到我们社区其实有一个很漂亮的无边际的泳池，我知道你们的泳池的规划是有些地方是比较浅的，是比较适合小朋友去玩水的一个区域，我觉得还蛮贴心的。我们泳池是这样子，我们这个房子它原本的概念就是接近大自然，那它是利用这个无边际的概念让外面的环境跟里面环境结合起来，那你会发现我们泳池很特别，我们冬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游泳，因为我们这个房子有设备，我们有假日，如果假设喜欢游泳，我们在冬天可以游泳，那我们夏天就更舒服更凉。再来呢，我们可以专门针对喜欢游泳的人，它有一个游泳的一个水道，我们下面那边大概有3个水道，那有些家庭性小朋友我们有比较浅一点的就是无边际泳池的地方可以提供给小朋友，让他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在泳池玩水玩得很开心，那家长自己游泳也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想哈，第一个我们前脸可以用，第二个呢，我们泳池呢又有通风，所以它不会有在室内很闷的。所以这个泳池啊，我想哈，目前还是回到最原始，我们这个案子就是以健康为考量。那这个案子的公设真的很丰富，想必室内规划应该也很用心吧？那接下来可以带我们去看看食品屋吗？当然欢迎哈。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去直接我们欣赏我们这个谭金忠老师的食品屋，让观众直接可以收看到目前现场的这个表现。哇，这里一进门有一个很大的玄关空间呢，连接到客厅，客厅的尺度空间很够，还有一个非常大的 L 型沙发，感觉就很舒服。重点是它还有一个大面窗跟大阳台，在这边就看着外面的自然景观发呆想事情，很有度假跟放松的感觉耶。而且这边有一个很厉害的开放式厨房，还有一个中岛的规划，想必有中岛的家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小小梦想之一吧。可能女主人偶尔下厨啊，但是下厨的几率应该是很少啦，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今天参观的是豪宅嘛，这边烹饪啊跟家人聊天就很温馨啊。再来前面就是一个很气派还有很大的餐桌，应该可以坐下8个人，不管是在这边聚餐啊还是朋友来聚会，对面还有他们可以收藏酒的酒柜，整个就很舒适。对，没错，我跟你想的就很舒服。对对对对，你看，因为这种客群哈、哦，就是需要这样子，我就是需要招待朋友，对不对？要喝个小酒，吃个小菜，悠闲一下，享受人生嘛。再来是房间的部分，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房间呢都是主卧，空间也都很够。那这个样品屋它是做成2间主卧啦，整体非常的舒适。那有一间是看这种绿意啊山景，另外一间是可以看到淡水河。里面还有规划一个超级大的更衣室，那这个更衣室是有自动门的，浴室有可以规划浴缸的空间。总之呢，它就是一个室内采光充足通透，好想住在这里哟、对对对，那就是你要公主啊女皇啊在住的感觉嘛。而且它这边还有一个超级棒的书房，坐在那边旁边那个景色充满了绿意。有有，我有看到。没错，坐在这边办公，我好像不是在办公，我好像是在感觉要写诗。对，就是整个人都诗情画意了起来。没错，氛围真的是蛮好的。这次去参观这个案子真的是有幸啊。以后会常看到啦。没错，虽然说我们的频道没有那么多是豪宅的精准客户了，但是我们大家也看看豪宅是怎么样嘛，因为现在也许不是你的菜，但是未来也许就是你的菜了，我们的听众一定会成长的，搞不好里面有几个亿万富翁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对不对？没错。那今天很谢谢 Vincent 哥这么详细的帮我们介绍这么棒的案子。好，谢谢，谢谢。今天 Vincent 介绍这个案子嘛，哦，台风跟气质真的是100分啦、但是我们看完这个案子，我们还是要去以我们的浅见来分析一下这样子豪宅案子的优劣势，好不好？优势第一点，交通方面有许多未来的建设，就像是淡江大桥啊、淡北道路。第二点呢，就是小环境舒服，周遭静谧不受干扰。第三点是距离捷运站很近，车行2到3分钟。第四点是公设规划丰富，健康慢活的规划。第五点，格局方正，大坪数，室内三面采光，全景观式落地大面窗。第六点，户数精良，出入单纯不复杂。最后一点，毛坯交屋，开放格局，可以自由的打造想要的空间。那这边的劣势是它的生活机能比起竹围跟淡水还有发展的空间呐。第二点是红树林站到台北捷运站至少要花40分钟，那如果时间比较赶的人要多考虑一下啦。再来是台二线因为长期的交通拥塞，但是淡北道路预计在2028年完工通车，所以应该会舒缓。那再来是它的坪数规划比较大，所以总价会比较高，但是我觉得这就很看课程。那最后一点是它的户数少，但是公设很多，所以管理费会比较高。管理费只是没可能没人在意，他们没人在意。讲实在话，刚刚上述的优缺点呢、因为这边针对的客户层呢、他买的是一种生活，买的是一种品味，买的是一种尊贵。也许我们这个优劣势分析哦，基本上是可以不列入计算当中的，没错，对不对？因为这个竟然如果感动你的话，就是那一份感动，你想要那个味道的生活嘛、对不对？不过我们还是分析了一下啦，也谢谢大家今天收看我们这集的房老吉，拜。